干，那你们说他们就说自己奇怪啊。怎样？声音变小过一点，声音变高还变低啊？没有那种，正常自己讲话的声音。红点，是他标的呢，不是我标的呢。哎、欸，没差，对啊。他标的也有一点距离啊，没差啦。不管我要去红点，我才标个没红点就是。哦，干掉嘞。没。哦，嗯，两组人哦，很多人。两组，对，那我们加油，我先把红点红的收完，再过去支援你。谁跟我跳这边啊？我，你会怕是不是？对啊，太危险了。技术很差的，所以要一下就 M16。现在就 M16不错。兄弟，你说什么？通常捡那个，你看里面有一对太凶残。啊？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有一对人在里面。好，收到。ST 这边枪，来我这边拿。M16，这个二楼我留给你，我已经有一只了。二楼吗？快点，二楼，过来这间比较大间的房子。翻倒。嗯，我在二楼留一把 M16给你，子弹也留给你，就是吧。是吗？你在这一栋的二楼吗？就是这里啊，就是、这一层，我留给你了，自己过去看。有吧？哦，有。吓我！那你为什么四倍镜不捡？有四倍镜哪里？路上就我总共捡到两个啊。那你给我一个，快！你的不见了、啊，跑到楼下去了吧？嗯？哪里？没有啊。哦，看到，我走。我想说，我上楼梯就看到一个，然后进来又看到一个，然后怎么丢地上不要？不用了，我从后门进来的。哦，为什么风切声那么大？啊，黑轮的那个风电风扇呢、啊？哦，做好大的风切声哦、啊。电风扇关掉了，流汗了。干娘，真是啊！吹冷气啊！靠北，你们刚刚又不说。现在才有的啊！对啊，傻小啊！我没有桥，我没有洞。很差，那种电风扇在吹风的声音。对啊。对啊，卡里那一点，没有很吵吧？嗯、很吵啊！吹冷气的啊！刚刚我还要走过去开啊！等一下，那在外面呢？冷气在外面呢？是在房间外面是不是？对啊。看到很这样的啦，我在外面，我房间子里面有冷气。不好意思啊，善假郎啊。他是用分离式的。没有啊，那个新型的那种啊，直立式的是不是？哦，对啊。但是你妈不跟你吹。那是你、啊。你妈不跟你吹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这是租的啦。啊，哦啊，我房间没有装冷气。我去仓库收一下。那个我收过了。你收过了？对，我收过了，从那边来的。我们去房子区里面收。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。房子区里面收，走啊。买点在我们上面，所以没关系，你去收。
这边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头盔。我去上面教堂搜一下，看能不能拿到背包。嗯，你昨天没背包。十字弓，哼，有个连闪，看你要不要换。有背包一级而已，拿走。但我旁边是超多人的，正常啊，那边就是一堆人的，正在开战呢，一堆枪声哦。对啊，我不管他们了。我在楼上也拿到一级的。好啊。比较好、哦，这感觉好像是你平常声音很 man 的没有，然后突然对女朋友讲话一样。等一下啦，靠腰哦，傻小哦。对女朋友讲话不敢那么大声，有没有？我这边有你最爱的枪哎、欸，怎么枪？汤普森啊？哎呀，是啊，没事啊，我有过去就帮我留，我再拿就好了，没有就算了。我先看一下这边有什么，干，会不会有收到你们收过的房子啊？不知道，那边应该没有。后面还有一些小东西、啊，二楼。我等一下把你们语音调小声一点，然后把游戏开大声一点。可以啊。啊，你们啊，靠腰这边是敌人那边。哎、欸，真的可以跳出窗户哎，大跳啊！可以啊。我第一次成功了。空白键 C 加空白键，同时几乎同时按。对啊，那边 AK。这边你后面都收过了吗？嗯，最近看到。可是还是一键大跳比较好用。枕头收过了，我们是该离开了。对啊，网红，等一下网红点移动，这边房子很多人都收过了。那是他们敌方差不多在这里哦，蓝点。啊，差不多在那里。嗯，这边的房子都被你收过了。不是我啊，我收没有很多。知道啊。哇、哦！惊哦，后壁干你啊！被打死啊 ！mini 十四，超级掰！这么远，怎么救你？来，过来集合救他来！哇，收到，收到。
来不及啦！你看那大陆人都有心，他要救你，我都不想救你。哦，妈的发哥！臭婊子！妈的发哥 ，bitch！ 离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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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开！黄点集有，黄点集。红点，红点集，红点集。走走走，离开，这没东西了。再留，再留下去危险。人超多啊！好了，兄弟，兄弟，黄点集合，黄点集合。这样嘞，这样嘞，这样嘞，有一点点小风声，就是只有讲话的时候而已吧。对啊，那就没差啦，别吵啦，自己承受，干，直播开冷气哦，我很穷。这没有钢盔，看谁要？这没有钢盔，看谁要？干，他刚开枪吓到我了，太大声了。轰炸！轰炸！轰炸！进白圈，进白圈。进白圈，进白圈，进白圈。离开轰炸范围，快快快！跳我出去 ！SD 快离开 ！SD 快离开！啊，都跳袂出去，卡掉了。棒棒棒！不要往那个学校方向靠啊，那里肯定很多人。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那我们装备太次了，连个背镜都没有，更加没有野外作战的。我有四背镜。我们三个尽量往一起靠啊。收到，收到。网点，网点。大概靠近就好，不一定要进去。棒棒！哼，在哭你呀！身先士卒，哦！我现在发现 Xbox 的手感也可以玩，很难玩呐！没有人在拿摇杆在玩这个啦！妈的，秒死你呀、啊！黄点有人，黄点有人，一队，目前发现了一个。收到，收到。看到他们的车了没有？红色的车在围墙外。
在这里守着。把他们轮胎打爆，我看一下。不要打他轮胎，等他们出来，我们灭他队，没东西。哎呦，我他妈这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找个地方蹲点，你有四倍镜，远一点。肯定啊，就在这里蹲着他，他们肯定出来开车的，一定会出来开车的他们。我们就在这里。红色车，红色车吗？对对对对。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后边那个兄弟八五二八五二，那个兄弟八五二，你观察一下后面，你观察一下我们队伍后面，我怕那个学校的人出来，然后他叫你断后，捅我们菊花。OK OK， 捅我们菊花。我们这边打起来，你再过来支援。战术头脑呢 ？SD 不过些。感觉是个老玩家呢。他们现在在搜，你在干嘛？干嘛挂机啊？他们现在在搜红房子，就是红色车那个房子，搜完应该就会出来了，出来开车了。目前还没看到他们，我看到房子里面也没看到。这穿的是左边还右边的？有两个红色的房子，左边还右边的。左边的那个红房子，他们应该在搜左边那个红房子，因为刚才有人从那个，你看不到，我这个位置能看到，从那个石头缝里穿过去了。好。不着急，即使说他们没出来。我们也有车，这里不是放了一辆车吗？我们一会儿可以开车走，不急。好。看到人了吧？看到没有？哪？我看到，看到。中间，等他们上车嘛。等到人都出来玩，我们再打。现在不打，好，不知道有几个。看到两个从左边跑过去了，跑到左边树上，移过去左边，他们不开车，用跑的跑走了。跑走了吗？有两个跑走了，剩下不知道多少人。左边的树，他下山坡了，下去了，看不到了。那应该是走了，或许是他们那里有一台车，然后他们开车走了。那我们走吧。他们用徒步的，应该还有人，可能有两组人。走前。前方有台越野车耶，没看到有人开啊。没有人开。你刚才是看到他朝哪里走了？你要跟他讲方位。我标了，朝黄点的方向移过去了。大概。差不多就这个方向在走，草丛之间或房子里面。前面有一台越野车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前方有一台越野车。我看到。没有。他往越野车的下面山坡那边走过去的，两个人。我们该走了，是不是用步行的？开车太大声了。
用步行的好了。他没穿鞋子。可能进去蓝房子也不一定，自己注意自己注意，蓝房子我们右方也蓝房子，不可能，蓝房子太小了，他们要进早就收完走了，他们只有两个人，在那种白房子那里，在那种白房子那里打。不对不对，在我们前面，在我们前面98K。应该是房子被收过了，门开过了。右前方。现在很痒啊，不一定啊，搞不好他也是硬扛走过来了。我们后面，我们的屁股后面应该有一队人。啊，你看，回，很近哦，近哦，很近哦，房子。在哪？那围墙后面，白色右边一点，对，那个石头缝中间。别动，你别动，左边一点，他会露头的，他会露头的，你别动，不要用镜头，左边，那个你就用眼看到吗？看到，有两个哦，左边还有另外一个，左边还有一个哦，看到，在那个三个桶子那边，看到，击倒了，射倒一个，还有一个。他没有露出来。你架着枪叫另外一个人摸过去啊！另外一个人852，你摸过去啊！哎，有一个跑过救他了，左边哦，左边哦，他在左边靠近红旗了。哪里、啊？我也不会玩。有一个，右边缝，一样在门口。哦，站起来扫他。我操！哈哈哈。他也差不多了，他被我打到残血了，队友跳了。